了呀。谢谢小吴送的奶茶。现在呢，我戴了耳机，现在能听清楚吗？好啦，那你们就可以听清我吃饭了耶，这么近。
谢谢寒鸦送的巧克力，谢谢程七要努力啊送的巧克力。我本来不想戴耳机，是想要让你们听音乐的。来，你们不会现在连我嚼东西的声音都可以听清吧？更像吃播了。哎，真的有那味儿啊！这是什么？谢谢阿西喜欢吃芒果送的十个梅花，谢谢。什么头巾？有口红吗？我在这里写上"奋斗"两个字，然后我就是吃播，对，沉浸式吃播。大胃王是怎样诞生的？对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一直想来吃家日料。嗯，多吃点，好嘞。我跟你讲，像我平时不能吃的东西，但是在他家我都可以吃。嗯，谢谢星送的巧克力。就鹅肝，他们家的这个鹅肝也非常好吃。寿喜锅，还是寿喜？谢谢，谢谢家宝宝送的礼物。为什么会被严啊？我本来就很，我给你们看一看这个鹅肝，给你们看看这个鹅肝，夹不起来。更像吃播了。像我平时真的不吃了。它是那种很酥脆的感觉，嗯，很酥脆。因为我们刚握手会结束啊，都是大家都是在吃饭。嗯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下雨，然后到的地方就不下了。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多出了几天的自由活动时间的感觉。谢谢。是餐厅对日料店，对。切得好清晰，要相信横屏的高清，对。生日公演是在十月份，对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应该是在十月下半个月，应该是。我再去问一下，好吧。再去问一下，然后确定了我就尽早的告诉你们日期啊，好，安排安排，哈哈，嗯。
因为这个日期是要跟控台那边对的，所以全市中小学都放假了，是为啥呀？台风吗？台风今晚登陆吗？毕竟我今天一天没有怎么看手机，有点跟不上这个实时动态。Hello， 所以它横屏的很少，但其实横屏的画质比较好。在吃什么？吃日料。嗯。为什么娃娃放假的老师还要正常上班？嗯，专访已经没有啥了。上班族永远赶不上台风放假，那确实，那确实。好喜欢我，哎，那就奖励你继续喜欢我哈。谢谢不上213夜蝶，谢谢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那涮火锅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碗腾出来。还没吃饭，应该8点左右，快吃吧。因为我吃饭很香。今天，谢谢小唐送的玫瑰花，还有巧克力。旁边是谁？旁边是，当然是捧花了。谢谢小唐送的玫瑰花，谢谢孙毅送的99荧光棒，谢谢。今天是你入坑一天纪念日，恭喜你，入坑第一天。又怎么了？幸亏是条黑裤子。我跟你们讲，你当然不是入坑第一天了。不在中心。打电话？什么打电话？你在说什么打电话？他说什么打电话？啥呀？什么事啊？他说显得有点傻，这更让我好奇。谢谢暴嫂送的荧光棒。日刊第7天，但是我之前有经常有见过你，这么也不是很远了，对。对吧？我们还点了一个照烧鸡肉饭。你是入坑的第一本，哎呀，我信了你的鬼话啊！早就眼熟你了。和我妈视频，又在这说啥呢？你刚转过来的时候，我在打鸡蛋，我说不该停还是不停，我说我怕鸡蛋反应输了。哎，挺能吃，我很能吃的，当然眼熟啦，当然眼熟啦，就是刚才吧，我在跟我妈视频，然后呢，我妈就是说你在跟谁吃饭嘛，然后我就想那。就是给我妈看一眼，
就是我其实担心的是，因为彭佳敏今天没化妆，然后我就担心彭佳敏会不会有包袱，我就还转头就是用眼神示意了她一下，我说可以吗？我真的，我一开始没有瞅你，一开始只能看到我。你那个是示意的眼神。对呀、然后呢，我以为就是我妈应该不会说什么，我就是担心彭佳敏会有这个偶像包袱，结果呢，彭佳敏好像也没说啥，是我妈先说，我妈说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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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大晚上的没化妆也没洗头，这个不用钱，先不用钱，先不用钱。我说，这个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点反了？然后呢，就是你们懂了吧？我为什么就是我的偶像包袱都随我妈啊？如果你们以后再脏我，我就说，那我都是随我妈。你要是说我，我就跟我妈说。我妈真有偶像包袱，我妈非常注重。就很好笑。然后呢，刚才彭佳敏不是把鸡蛋撒在裤子上吗？就让我想起来昨天我们下班的时候，然后我拿了一瓶可乐上车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我喝完了没地方放，我就放在他座位前面的，就是那个后座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夹层那块就可以放可乐，然后呢我就放进去了，他就说，万一洒了怎么办？我说不会啊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可乐再又往里塞了一塞，就完全洒不出来。然后彭佳敏，我穿的可是白裤子，就是他昨天明明穿的是牛仔裤，啊，就这个颜色牛仔裤，然后他说。我穿的可是白裤子，万一想我裤子上怎么办？然后我说，你是色盲吗？是分不清牛仔色还是白色是吧？谢谢柚子茶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。这是在吃什么？日料啊，对呀，刚好今天太累不想出门，赶紧吃点吧啊。日料店，对，他每天他都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。对呀，吃个饭还要跟谁吃啊？简单吃个饭而已啊。鹅肝。你也要吃。来吧，来吧。云共享，谢谢小雨送的玫瑰花。你这个哇哇，你不你，你这个一口一个太大了，不行。对，谢谢老二送叶蝶，谢谢。来口鹅肝，哎呀，这鹅肝真的很好吃。谢谢小哲送的巧克力。真的很好吃，朋友们。就是因为我跟你们讲，我是一个不吃腥的人，所以我真的很，平时真的不会吃这些东西。那我就在家日料店，我这些完全都可以吃，一点都不腥。黄色的就是炸，就是，我也说不上是啥。你也要吃饭啊？谢谢你，墨鱼送99荧光棒，谢谢。我不要饭，你要吃菜吃饭？哎，彭佳明转过来，你要菜还是要饭？谢谢一块威化饼送的荧光棒。
我还以为我要马上蹲去路边蹲着吃饭了。你把这个吃了吧。你才吃了多少呀？哎呀，大家看，以为是48的海报，哎，是有点像哦。我想喝点汤，还有豆腐，还有都要都要。一群阿姨看着我的手幅，夸我真好看啊！这，那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当然是共享 QQ 群啊！等什么呢？你还在等什么？不要社死啊！不要社死，要抓住，就是抓住一切机会。哎，我这根刘海又有他自己的想法。有勺子吗？对，我都背的老熟了，我也是一名合格的。谢谢这些女人送荧光棒，看我直播咋的了？看我直播咋的？没事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来吧。谢谢七 Q 的背包送的奶茶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寿喜锅真的好好吃，朋友们。哎，我好想给你们看，但是没有汤，你们又看不了。谢谢洛黛西送的玫瑰花。谢谢冰棒送的荧光棒，有个人在搞你，搞你干啥呀？嗯，真不错，就这个豆腐，我觉得寿喜锅很营养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嗯，幸好吃过饭来了。哦，对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们我是吃播，忘了提前在口袋里跟你们说一声。谢谢无尘电商送的奶茶，谢谢。就是我今天在握手会告诉他们，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播。然后我就收到了他们去吃海底捞了的图片，谢谢无语送的荧光棒。我觉得吧，旁边小姐姐谁呀？看不着啊，穿马尾真好看，哈哈。我旁边有人吗？你是哪位啊？这位小姐姐，这位小姐采访你一下，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路人小姐姐。谢谢，谢谢洛在奇送礼物。你心里都成路人了。你是谁呀？我吃饱了，你结账。你是哪位啊？你是哪位啊？哎呀，手劲还挺大。这位小姐姐对陌生人就是这样子吗？哎呀妈呀！谢谢小糖色的礼物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谢谢小糖色的玫瑰花。这打着一下，让我回想起了我打疫苗的时候，整个这片肌肉开始疼了。谢谢阿凡色的玫瑰花，真的，我现在整个这片已经麻了。你咋不身体好了呢？哎呀，我的胳膊好疼。真的，也不知道这位就是不认识的阿姨为什么手劲这么大。哎呦呀，人间弹飞了。
什么一直停着？谢谢鱼鱼曾老师，我给你帮忙。那还来得及买保险。谢谢波嫂送的巧克力。我吃的好淑女哦，那我应该咋吃？哦，不对，我应该端这个。我觉得这个蛮适合我的。哎，这个比我脸都大，朋友们。我真的我就很疑惑，我那天就是发了这个微博，然后发了一套图，然后我的评论里面就刘淼怎么这么娘啊，谢谢落在七松一包包。当时我看完我就我娘不很正常吗？我是个女生哎，我是个女生哎，啊，哪怕我再帅我也是个女生啊，我可以合理的就是认为你是在夸我帅好吧啊。对，航班取消了也没有办法，就因为我后面的确是后面几场公演没有办法不在，所以呢我24号就是24号那场公演不在，因为我要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对，但是24号之前的公演我都在，好吧。外卖来了，这么快吗？好好吃饭吧，拜拜。但是我24号之前都在，什么17号啊，后面还有什么三哥的公演都在。对，17号也买不了了，卖完了吗？啊，17号结束了，好吧，好吧。好的吧，那你就只能等后面了。因为我时间实在是太过于紧张，就24号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对，因为就是我24号请假，因为我后面的公演都会在，就是没有不能缺。对，所以我只能用那一场去平衡一下时间。有收到信吗？嗯，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给我吧。对，可能在段哥那儿。谢谢落在西村夜蝶，谢谢。嗯。其实周飞还好，主要就是说后面的有几天是正好赶上了，就没办法，就赶上那些其他事情。好好，那等我问一问他啊。我其实一直都挺想回家的，
等我看看，就是我在学校上完课的话，可不可以就是抽个时间回家看看，就是哪怕待个两三天也好。因为就是在省内的话就比较快，像济南回青岛的话就很快。对，谢谢是小欧巴送的巧克力。对，你们没发现我的面前空了很多吗？都已经吃完了。嗯，那再拿个碗吧。这三个头像和背后海报完美哦，真的耶！你要不说，我都以为这三个头像是这个后面海报上的图片。谢谢这位路人阿姨，谢谢谢谢，太贴心了，还帮忙拿碗。嗨，什么？请你记住现在这个辈分。什么辈分？比你高的辈分。哦。你是阿姨，但也不妨碍我是你姐。嗯，你盯着这块鹅肝好久了，这是我给彭佳敏留的。谢谢乐在西村的玫瑰花，只有一块了，其他都被我吃了。面好了，吃吧吃吧，去吃吧。谢谢莫七村的玫瑰花。哎，我的碗呢？还没来吗？晚上好，没抽着，谢谢阿姨。我就是每次一有时间吃一顿饱饭的时候就很快乐，就不用那种赶时间赶行程，就可以坐下来慢慢吃一顿饭的感觉蛮好的。够了够了，一点一点吃。谢谢小雨送的玫瑰花，谢谢白熊送的奶茶。照烧鸡肉饭。对，你好羡慕我的身高和身。谢谢谢谢。嗯，我现在已经就是吃到一半了吧，差不多。去收拾行李了，去吧。谢谢阿帆送的椰碟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注意安全啊、哦！注意安全啊、哦！要上学了，行行，要上课了，去吧去吧，加油！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鸡皮吗？我不吃。这大勺子，这大勺子，你看，人家勺子都这么大了，不要这么一惊一乍的。就算我扛个盆在这吃，你也觉得很正常，好吧？我这三口解决战斗差不多吧，就是这个饭有点腻，就是要慢慢吃。刚说完，
刚说完我要慢慢吃，然后就塞了一大口进去。你再搞个酸奶水果捞，怎么让看馋了呀？那确实，真的，其实这个吃快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的，所以只能慢慢吃，一点一点吃。我今天还说，我说我有点想念西安的那个羊肉泡馍。还有那个辣的鸡爪，还有笋，就是拌在一起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还有那羊肉泡馍太好吃了，就是怎么会有一个，就是羊肉一点都就是不腻，然后也没有膻的味道，就很香。西安的面食是真的蛮不错的。明天是泡馍，我现在有点腻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吃到现在已经触动了我犯困的那个开关。放假了，跟朋友去。欢迎图吧。我写完作业。我是每次看弹幕都会被弹幕影响。我吃完了，很饱现在。我吃饱了，我从直播开始我就一直在吃，哎，吃到现在，我就那个嘴都没停过。我们几点开始吃饭？可口可乐好甜，没事儿。我今天我一般都是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混着喝，端水。我先喝个可乐，就要端水。我还真没有作业，顶多有。只要是无糖的，无糖的可乐怎么喝呀？我没有喝过无糖的，我每次就是点奶茶什么我都哦全糖，正常糖。对，我因为我不是，就是我喜欢喝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味道。对，没有结课作业，为什么有结课作业啊？那我们现在在搞毕业汇演的事情啊，再就其他的课好像没有啥，就只是。考个试而已，应该是。所以我才那么甜，或许吧，或许吧。而且我还是蛮需要糖分的，对，因为就是经常就是运动量过大的话，如果就是很消耗体能，然后就需要补充糖分，然后还要多喝水。就如果太过累的话，就对。而且你知道今天真的大家就给我带的都是什么非常补身体的，生怕我累着。谢谢木子送的巧克力荧光棒，谢谢。
脑子很挑食，只是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不爱吃，就是我不爱单独吃糖。对，就顶多喝奶茶的时候要个全糖而已，就是正常糖。我更喜欢咖啡还是奶茶？我不爱喝咖啡。对，我不爱喝咖啡。不完全戒糖就没事。什么不完全戒糖？人小姐姐惊讶抬头看了看我。谁？哪个小姐姐抬头看了看我？因为我没有喝咖啡的习惯。而且其实咖啡喝多了会容易色素沉着，懂吧？就喝咖啡也要适当适量。对，我不想吃了，我饱了。这都让我吃了，我吃了。对，在外面吃饭。对，你今天灌了几杯什么？没瞅着，没瞅着。哎呀，来接你了，可把你高兴坏了啊！还认得你不？谢谢木刺，你棒棒。现在几点了呀？我直播多长时间了？对呀，会容易色素沉着呀。会的，会的，会的。像我就我也不是说怕色素沉着，我主要是不爱喝咖啡。我几点开始播的呀？让你摸了两下就不要你了。哎 ，coffee 和蓝是没动杆的呀。等会顺路出来吃饭，然后。就是在之前给他们买冻干的这个附近，等会儿可以给他们买点冻干带回去。58开的，行，那我们45关吧，好吧，再聊五分钟的好吧。然后我就去给他们买个冻干，买点吃零食啥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孩子可能吃了，现在一天干三碗饭是吧？太吓人了。哦，真的没到一天，一天干三碗饭。你就觉得吧，你那个猫粮刚给它倒进去没了，等会儿你再去看的时候那个碗空了。我真的可能之前是因为蓝还没有长大吧，他现在可能是长大了，就开始疯狂的干饭。我算是见识到免疫的饭量，免疫真能吃。胖，可乐可乐，那不水吗？谢谢木子送荧光棒。控制，他可能这个饭量随我吧。其实他不胖的，他只是就是免疫，它本来就是长毛猫，它很容易，就是它的毛是很蓬的，但它其实给它洗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很胖，就它只是因为它体型大，所以才显得它胖，但其实它不胖。对。我好怀念我的那个姑姑送给我的那个音响 KTV。家庭 KTV， 回去给你们唱歌听，明天吧。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，吃啥呢？哎，小阿天，刚吃了日料，对。谢谢木子送的巧克力，正好趁我这两天休息，赶紧去练练歌、练练舞啥的，对。
我怀念的，我怀念我的恋骑士。谢谢磕 CP 狂魔送的玫瑰花。这什么歌啊？好熟悉啊！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。你们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？我们练习室还没有拍，还没有拍。因为我忙回，我拍 MV 回来，沈小爱就不在，我们两个时间刚好是错开的，所以只有等到我们两个同时在的时候才可以拍。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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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啥呀？还可以看吗？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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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撒手。对，哦，我们俩有我们两个编舞的版本，你们要想看的话，后面给你们放出来。对，谢谢薄荷草送的巧克力。对，只是说只是一个对镜拍，不是一个。就是正面拍的，只是一个记录而已。就是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到时候给你们放出来。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拍练习室，是因为我衣服还没到，然后衣服到了之后发现不合适。对，几点？先买冻干。什么见不到你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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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杠这个单杠有，单杠有，对。45。现在来一顿饭点我几顿，其实跟我差不多。其实跟我差不多，因为没写完作业被围住了。你很骄傲吗？啊？啊？你很骄傲吗？赶紧写作业去吧！我不希望你在没有写完作业的前提下还一直在这里看直播，好吧？啊？你就是。学习才是你第一要做好的事情啊！我直播你可以看，但是是在你先完成你自己要做好的事情的前提下再看好吗？或者说你劳逸结合啊，在加班的可以看，当然，对，因为我不希望就是说每次我直播，然后你们就是学习也不学了，作业也不写了，不要这样。我就是我希望的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如果刚好赶上你在休息或者怎样，你想看就看一看啊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行吧，啊，赶紧去写作业吧，啊。刚写完数学，你不还有别的作业吗？45了，行了，不影响你们写作业了啊。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谢谢奶奶有剧组装送的玫瑰花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宠辱不惊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大胃王吃播，下播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关了啊。